你们要干什么呀？你们又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啊！小哥哥，你穿的这么暴露，肌肉又练得这么性感，不就是想被我们调戏吗？不，求求你们，放过我！哎呀，不要害羞嘛！不要！我所在的国度叫女儿国，如你所见。 在女儿国，我们男人从来就不被尊重。妈妈，我考上这里最好的学堂了。乖，你别上了，钱是要留给妹妹读书的，知道吗？男子无才便是德，明白吗？ 我们男人从小被要求精致又温柔，如果到了25岁还没有女人要，就会成为整个家族的耻辱。